小龙他爸是空军退伍中将。小龙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他父亲的事。知道他为什么都不告诉你？什么时候带男朋友过来给我看看？只要能让你幸福，爸爸就喜欢。不准说话，不准问我，不准看见我。如果他哪一天出了任务，就这样一去不回来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如果您具备教育的热忱，愿意好好的深耕偏乡，非常欢迎您来云海国小。我想要询问国小代课老师的事。我决定去云海国小工作了，我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。每周六日晚间9点，未来戏剧台，最好的选择，震旦通讯。